拜拜。拜拜。继位，要到桃园高铁。台湾主要是呢，我被屏东邀请来逛逛，然后呢，很奇怪为什么我今天是一个人。其实我是想要挑战一下自己，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国，然后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去认识别人，也没有一个人做很多事情。然后呢，放一个假标题，就是在结婚后是一个两个人的世界，所以我今天要享受我的个人世界，我要主动的去认识新朋友，主动的去挑战自己不敢做的事情，我想要就是踏出我的舒适圈，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都要有人陪伴，所以我这一次我要挑战自己。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自由行的地方，我又在这边待过很久，然后也从来没有到过屏东玩，所以呢，那时候他们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就说今天我要一个人来，我要去感受一下我曾经不敢做的事情，然后今天做了，我想要得到那个成就感跟愉悦感。然后其实呢，我有给自己几个小目标跟计划，我要在我可能有孩子之前呢，我想要完成一些事，就是想要有一个 solo trip， 可能这个还不算 solo trip， 因为呢，我这个被邀请嘛，还是会有主办方陪我，就是还会有同行人，所以呢，下一次呢，我要试试看真正的 solo trip， 不知道之后可不可以在台北完成。Yes， 我准备好了，要游玩频道。现在呢，我要大概整理一下，我们要出发去到我们的第一站了。在出发之前呢，给你看一下我今天的住宿好不好？今天住的呢，这一间民宿叫做爱捆行旅。爱捆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福建话跟台语其实差不多，就是爱睡。对，就是来这边可能可以享受睡觉这样吧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子的双人房，这里出去有一个小阳台，可以看夜景。我的生活没有菜场有，好舒服哦。虽然一早哦发生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，今天呢也是挑战一个人在国外睡，所以我很期待接下来三天两夜的屏东游。我们第一站到了，耶！第一站来到了一个市场，这个市场呢，就是它是在港口隔壁的，所以呢，这里很出名，很出名生类的东西，像生鱼片啊，那些海鲜类都很出名。然后呢，这边其实灯火是很多的，但是现在是淡季，所以他们已经提早关店关灯了。这里比较推荐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6点，我今天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很多店都关了。我是不是晚点来就可以吃到？不行，你没有，他现在包给你，他们要收了。哇，好感动啊！站一下，上次真的排半小时。这平时要排半小时，超满满的市场都是人，都为了吃。哇，奇鱼黑轮，原来是吃，我是第一次吃这个黑轮诶，而且这一只这么满这么大，才一只10块，台币。感觉呢，像是暖暖的鱼饼，然后它的内馅还有那个鸡蛋，它是咸香咸香的，很好吃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同行的有 Thomas， 还有 Ruby， 耶！你们就陪我逛屏东，吃美食，吃美食，吃爆它！我们来到这个市场最红的鱼港生鱼片，是你吃的生鱼片。
开两间分店哎，一定超厉害。你也是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老板赚很多钱哦。老板说对。老板说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我刚刚在 Google 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个寿司店非常非常多人来吃。哦，不是很厉害吃生类，但是今天就是很想要尝试一下，可以近距离欣赏一下刀工。哇。哦，这个太棒了！我是蛮幸运的，因为呢，我赶上了这里的黑尾鱼季节，就是黑尾鱼他们就想说，比较像一比一猪这样子，软软嫩嫩的，没有吃过，可以来尝试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菜单跟价钱，所以大家如果要赶上黑尾鱼季节呢，记得五月到八月暑假的时候过来吃吃。趁热吃的话是差很多。嗯，哇，好软，而且很嫩。它的味道有点像美乃滋一样。哇，我吓到了，因为我真的不吃生的。哦，你们看，吃一口寿司配口肠。哦，吃一口寿司配口肠，来。嗯，这是老板特制冷泡茶。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洗一下嘴巴的味道。哇，真的，我第一次吃生蚝，真的很大很大。我第一次吃，我有点害怕。不要害怕。好，就是缩进去嘛，还吃。哇，很鲜哎。嗯，甜的。鲜的，老板要示范一下到底怎么吃这个甜虾，把头拔掉。那这里会有一个肠，那如果这个不新鲜的话，你吃就会断掉了，就可以拉起来，就直接沾酱油呢。好，沾酱油吃就好，不要沾太多。好，紫色的是辣虾膏，然后吸就好了。好，这两个美女出来就很幸福。我之前常常去吃，我都是被邀请的，然后去尝试那种生食，然后哇，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这也是甜的，就直接吸，完全很鲜，没有问题的，吸一点就好了。哦，甜呢？很甜很甜，吸就好了。海带。今天什么时候从？今年吧，对，前阵子。香的海胆，因为我吃过臭的海胆，很可怕。所以臭的。为什么要用钱买这个是很限制的？有时候我们进口的话，我们的量多的话，它一定会拿回家。嗯。嗯。哦，太满足了，真的。下一道我们要吃那个黑尾鱼，芒果的香味。为什么？试试看。嗯，它有点清香的那种感觉，有一个香味，嗯，就是像凤梨的，嗯，偏酸酸一点的，嗯。下一家来到这间卫衣松品，它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伴手礼店啊，就是卫衣松蛋卷。天哪，我今天来。会不会胖个三五公斤？你好，姐，因为对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。你叫侬加水呢？别排泄啦！哎呦，加水！哎呦，这个鲔鱼松蛋卷，鲔鱼松，嗯，试试看。嗯，它是把鱼松卷在那个夹层里面的。哇，真的很好吃哎！这个呢，就是那个很著名的鲔鱼松蛋卷。这三个都是不同的鱼松口味。旗鱼松，旗鱼松。嗯。这是鲔鱼，鲔鱼。嘿。它有海苔跟松。
欢这个，该当吃做零食也可以吧？对对对。来到屏东就来到这里就对了啦。对对对，来屏东第一站东港卫浴切问站，台湾最佳设计奖 OTOP 设计奖。哇，厉害呢！觉得这包装设计真的很厉害，放它就像一本书一样，这样就可以知道它的故事。我现在才知道这两个 logo 的本人在这里，就是他们两个，好可爱哟！这你们整个就是家族企业吗？对啊，好有爱，出来了，所以又会有多一个 logo 了。未来可能会多一个 logo。哇，好温暖的一个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如果来台湾，不知道怎么旅游。借问站就是台湾观光局推出，它可以在这样的店家找到在地的旅游资讯，都不用钱。然后像有些可能看不懂中文，我们这有五种语言。好啊，总之来到这里不了解就来这间店就对了，满满的知识，满满的收获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东港最最最大的庙，就叫东龙宫。哇，整个都是黄金色。然后呢，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秘密，你们可以注意看哦，看这个风，它其实少了一点。然后其实这个少一点是有故事的，是因为他们这个神叫王爷嘛。然后在这边比较繁华的商业就是渔业啊，因为风跟雨对渔民们他们就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少一点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风可以再少一点。觉得哇，好有感觉，好有意思哦。然后这整个呢，都是花1亿台币打造出来的，所以大家有来屏东东港这里呢，就要来这边打卡一下，看，很漂亮哦。为什么会一年比一年贵？这个因为材料贵啊，工钱，然后没有。其实这个很特别，是这边的师傅都是志工。因为他们要奉献巫王爷，所以其实没有工钱的问题。可是它的材料其实是一年一年在涨。对，然后这一艘今年是创新高，是1200万。大家，很震撼。对，而且它是在台湾的庙宇里面规模最大，而且它很特别，是它是真正可以在海上行驶。这个就是东龙宫的王船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每三年就会烧这个王船。对。它的意思呢，就是让你把不好的东西载上船，让这不好的东西这样子游走这样。然后这个还有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那个神的船，船用的东西啊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里的船长还抽着一根烟。我可以给大家看这艘船，花了新台币1100万元。就是这里呢，是东港这边最大最大的庙嘛，大家就是很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么盛大的活动哦，明年就可以看到了，因为它三年一次嘛，然后明年刚好是那个第三年。然后还有就是呢，这整个活动哦，它是为期8天，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这艘船慢慢的停靠在东港的任何的庙，祝福一下来到你的庙，然后你把一个不好的东西丢到船上，然后到第八天的时候就会带到一个临海边那边去整个烧掉，就是一个很壮观很壮观的活动。你看这些小小的人偶吗？这些都是水军哦，像那个拜拜这样。因为我是佛教嘛，所以我对于这些活动跟仪式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有兴趣，然后我也是蛮信仰蛮相信这些的。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是很震撼，然后也可以想象到，因为我们酒后的时候不是有罗浮古庙也是那么大型的，那个类似这样子的规模，你们可以套用一下。如果你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感觉，也可以上 YouTube 搜那个东龙宫的烧王船的仪式活动这样。大家全部东港的子民都会围在这里，像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大节日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比较像是一个纪律部长，就是来监督我们的那些志工有没有把这个船造好。我还要想问，造这个船要多久？3个月。哈？3个月。啊，3个月就造完了，一起造，80几个人一起，其实总共5个月，应该算是5个月，然后82个人打造，这些师傅都是志工，嗯，其实他们就是想为王爷奉献，就是明白那种你奉献了就有好福报，他们很相信王爷的存在。嗯，这个呢就是祭改，他们说的算是改变你的命运这样子，也不是改命运啦，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不顺心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改改一下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去掉这样子。我现在想要做一下，感觉蛮酷的。
冰泉水，温香性能最高。是有脸书的呢，还有 IG 哦，各位可以 follow 一下，你们就可以大概了解更多东龙宫庙的一些资讯，这样子。饭后甜点来到吃冰了，讲这间很厉害，是我宅在地人最爱的。完蛋了，我这次不知道要胖几公斤回去，屏东太多美食了。素宅串冰，哇，看到这个料我就真的怎么办了？老板，你们推荐给我这位马来西亚人吗？番茄新兵招牌。每个人都推荐那个。哇，我这个芋头是真材实料的芋头。这是我们的串冰，最著名的番茄青蜜。我第一次看过番茄的那个甜点，现在想要试吃番茄青蜜。芒果青跟那个乌梅，哇，这搭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店吃过。我可以开一家在马来西亚吗？老板，老板，我要开在马来西亚喽，拜拜。这比较像是那种古早味的餐厅，对，台湾就是最最传统的。在台湾也是都是配料。啊，你讲再多一点。就配料很多这样。好，我会淋上自己炒制的糖浆跟那。糖浆怎么制作？糖浆就是用豆沙跟黑糖下去做炒。大家有学会吗？我们一起合股来开一个，直接国际化了。顾客来这边可以吃吃东西呀、啊，这样子。耶，今天是我们的露比生日哦。你几岁今天？28，大我一岁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骑脚踏车去买国际转换插头，你看台湾真的好舒服啊，又好便利。然后这个脚踏车呢，是刚刚的那个屋主借我的，到了全家去找我的转换插头，可恶，全家没有，所以现在我要骑一个9分钟到附近的 Seven 看看有没有我要的东西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去一个比较更远的24小时的百货去买的。哎呀，失策啦！我以为酒店会有。拜托拜托，国际插头，拜托拜托。结果买了个台湾插头，至少它有 Type C 可以给我充我的手机，还有 Power Bank 那些。那回家，我骑着我心爱的小轿车。第二天，今天呢行程会很丰富，非常的好玩，我很期待。我要给你们看我今天起床的美景，很漂亮，那边就是海。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玩咯，然后现在要把行李收拾好，也会换去下一家酒店。那我们来到了这个槟湾公园码头，我们今天要去搭船，对不对？啊，期待登船咯。哇，我们要
没吃到晕船药，应该不会很晕吧？直接说不会晕船，太棒了。有没有发现前面这里啊，有一台绿色32公尺？林芝这边呢、啊，林边是因为林边乡这里它的林芝啊，对它全的借由49名著名的双手涌入大鹏湾，这是飞机。2019年，台湾因为刚好台湾灯会地里面是一间咖啡店，鸿湾大桥，而且呢，这个船屋就是它。它又称为是东京巨蛋湾的水质监测站，所以呢，要游湖呢是台币250元哦。这有分价的，就是只有导览的250，然后无限考科就350，60分钟，哇，400。大家有看到这11只公仔吗？其实这11只公仔都有意思的，它们每一只都代表一个颜色的癌症。这只紫色呢，它就是代表全部癌症的象征，就是跟大家说抗癌要加油这样。但后面呢，这个白色代表肺癌，信心的力量就是最好的医治这样子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像黄色这个叫骨肉瘤病友，可以认命但绝不要认输，好暖、啊、我们到考科的地方了耶、yeah. yeah, 谢谢你跟我观众 say hi 他说有看我影片哦，好感人哦。我等一下可以给我们拍照？可以啊，就是我们的科呀，烤炉上车，热，烤科的技巧就是明的要朝上，就是要这样子放，这样子的水分才会聚集在这里，这样子放在上面。第二步骤要敲敲，这样才会开壳。好，那有没有看到这个开了？没有水度，对，再放回去。哦，它会爆炸的，各位，它爆了，很新鲜，每天才临时送的。哇，这个好肥美哦。对啊。我看到这个就想要菜场了，因为他超爱吃 oyster 的，他一定很开心。不好意思，我吃些，我来试试看，开一个哈，开，耶，耶，成功，打开成功，成功，然后放这里，哦，是一个新鲜的，哦，好吃哎，好新鲜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可怕。我觉得我对 oyster 有改观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鳕鱼香丝店，这里呢是全台第一家哦。今天还可以 DIY 鳕鱼香丝，所以我对现在的活动非常期待。哇，满满的就是鳕鱼香丝的味道。现在要来 DIY 咯，可以保存到现在，锵锵锵！没有乐谱，可以学，可以敲敲看。乐谱我就没办法了，没有办法音乐。这里都有历年历代历史。1996年，海军陆战队是我那一年发生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来到东港的这个潮州老街，来吃点小吃类的东西。整个在屏东就是不停的吃吃吃吃吃，一直吃不停。然后潮州老街就在这里啊，主要呢就会卖羊肉。你看左边一家羊肉，右边就一家羊肉了，都主要是牛肉啊羊肉。你看来这一家排队超多人，但我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但是可以拍张照。我们来吃这个霸王，哇，这好特别哦！老板在弄霸王啊，总统有来耶。他来那么多次，我看一定是很好吃，好特别哦，真的是肉丸。因为肉丸我印象中是这样一粒的，先试试看汤。我再煎哦，谢谢。嗯，这是台湾味，这么大一个，感觉会很 Q。肉丸也有炒的，但是嗯，淀粉好 Q， 加些辣椒。
一公里的超远，嗯，很厉害，嗯，它算是超大颗的，它馅料给你们看，好大一颗。今天来吃草龟啊，他们说潮州蛮出名草龟啊，其实草龟啊就是炒粿条啦，不知道跟马来西亚有什么不一样。潮州正宗草龟。哇，这里的炒粿条跟马来西亚不一样，它是红色的酱，是炒番茄酱的炒番茄酱。好，我们来试吃一下，先吃粿条。我很喜欢这种幼幼的粿条，它是炒番茄酱哦，好特别哦。嗯，它偏甜的，嗯，很特别。你吃到后面哦，它会越吃越停不下来，所以很想要一直吃到后面会变咸甜咸甜。我们现在来到正老牌潮州冷热冰，哇，好多人啊！对，还有吃法，就是你不能搅拌，还要由下往上清。哇，都是现煮，一大锅的芋头。其实这些料呢都是热的，然后呢放在底层了过后，在上面放那个搓冰。哇，阿姨很厉害呢，阿姨的手跟刀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的冰啦，不可以搅拌，我们从下面开始玩。这样对吗？对了，没事的。越大口越正确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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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真的很好吃哦，这个你要赶快吃，因为如果它的冰给那个汤圆弄硬了过后就不好吃了。哦，对啊，汤圆是热热暖暖的，哇，它的汤圆好好吃，里面的花生也很好吃，而且它的也不会很甜，刚刚好。给你们看人潮，排队机还没位置坐。来到这个小档，有白糖桂、地瓜饼跟芋头，这是什么？是白糖。白糖糕是什么啊？它是这样哦，糯米，然后是用白糖。酱炸什么呢？那个叫什么的？马吉那种感觉。对，马吉。哦，好特别哦。这个就是那个地瓜，切了压那个地瓜饼。来试试看一下。Oh my god， 很好吃，而且它里面是酱汁。哇，这个烤玉米看起来就很厉害。这烤玉米是不是屏东的特点？屏东在地的玉米吗？对啊，在地。哇，在地的玉米，哇，烤的。用功夫烤出来的，这真是阿姨一个个烤，然后它外面裹的是那个沙茶酱，然后我有加一点辣粉。嗯，那沙茶酱好好吃哦，那还会粘牙，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连在地人都说很好吃哎。我们来了，来喝青草茶，可以清凉退火这些。哇，一包才13块，好 Q 哦，这整个包装，哇，很 Q 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包装的，它里面其实就是有枸杞子。哇，这大热天喝这个好舒服，咖啡。好，我们来到三瓶咖啡，好日系哦，这里的风格。三瓶 coffee desk， 乱来。哇，这里真的好漂亮哦，很像那种日本度假屋会有的装修风格。怎么知道公共澡堂啊？对啊，很像。欢迎光临。哇，欢迎光临。哇，这里还有卖一些糕蛋糕。这里呢，超级超级日本，它上面还有榻榻米的座位哦。上去这里就要脱鞋。我带你们看它的 menu， 都是毛笔字哦。哇哦，这应该是一笔一画自己写的耶。哇，这间真的装潢很厉害，很多就是你一下子就到日本。我知道有些装潢很日本，但是这间是真的很日本的。它外面还有大草地哟，整个小公园这样的感觉。现在呢，我就出来拍照，拍个小影片照片这样。然后呢，常永不在哦，就带一个脚架出来。没有试试过，就是用脚架一个人的或在外面拍，所以想要体验一下是怎么样的感觉，感觉有点困难。那你就在这里哦。哇，好晒呀！
屏东的第三天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很浪漫的地方，这是全台湾最大的玫瑰有机农场，玫瑰耶，好想去看一看。它路边开始就已经有粉色的玫瑰了，看，哇，这个就是大花玫瑰休闲农场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玫瑰是长出来的，很少会看到，每次都是看到现成的。这两大片整片的都是玫瑰哦。哇，我有帽子戴吗？对，很贴心啊，防晒一下。玫瑰花会难种吗？这个目前已经种了第15年了。哦，15年了，所以不难种植是不是？这样有说什么地、什么气候才可以种玫瑰花吗？气候嘛，温度15度到25度。好，马来西亚没办法了。山上啊。哇。有玫瑰花茶。有机玫瑰精油。对啊，面膜是没有防腐剂的哦，因为它可以做一年的时间不会坏。厉害耶，还自己生产产品。还有没有玫瑰？我今天要做这个，不怕我抢你生意吗？哇，玫瑰辣椒酱，老板娘，全世界都不会有这东西。你去打开。哇，哇，好香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因为里面的成分只有100%玫瑰。100%。没有防腐剂，地香鸡酒，谢谢耶！知道吗？开心来，嗯，刚好刮风起来。对啊，第一天就一台风那时候。哎呀，看我一片没有人。对，哇，好感人哦。我们现在要来做玫瑰 DIY， 今天会做什么？今天做饮料跟做果酱。哦，好哦，她是杨小姐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开始吧！哇，好兴奋哦！这玫瑰还是摆着爱心哎。我们先做简单的饮料。饮料好 ，OK。这个是玫瑰花磨成的粉，所以你看都粉紫色，你要试试看。好，但是它非常不好标。哈哈哈哈哈！来试一下。你可以先记住它现在的味道。它是粉紫色的。嗯，是那种涩涩的。对了对了，我有一次下去，这是老师的，这是我的，不错啦哈，有啦，有啦，还是有啦，有80分啦，自己给分，就吸管里面先喝上面的玫瑰的味道， uh-huh. 然后第二口再喝牛奶的味道， uh-huh. 第三口喝到黑糖的味道， uh-huh. 差不多有80%-90%的人都会笑出来，他说会有爱情的味道。啊，爱情的味道，不要骗我，我很懂爱情哦。我最近幸福洋溢，我很知道爱情的味道是什么哈。爱情的味道。对，第一个先喝你嘛。啊，妈错了，对，这里是对的。啊，老板，你的职务要给我做了啦。第一口先喝那个玫瑰。好。第二口。嗯。第三口。嗯，爱情的味道，可以把它搅拌一下。用吸管喝是不是比较更不一样？其实最好是全程啊，都要这个动作。你要喝上层、中层、下层。哦，搅拌了也很好喝。嗯，第一层，其实喝牛奶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到不一样。嗯，牛奶可以。哇，好甜哦！这就是爱情的味道。嗯，是不是真的好喝？好喝，好喝，有爱情的味道了。第二个 DIY 是啥呢？我们要做果酱。哦，果酱可以，我超爱吃面包。那把这个泼在里面，就这样子泼。哦 ，OK， 把它泼碎碎就好。这种很简单的事情可以。哦，现在是直接炒糖，对，然后用小火炒到这个糖。要我们要下玫瑰了。好。有，哇，好香。
程度就差不多好了。我们没有后置杀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会趁热装它。嗯，小心烫哦。这个可以洗脸兼卸妆哦，一起直接用，真的，而且这个还好有啊，但是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能这样讲，它是2022年屏东十大伴手礼，是的，谢谢老板娘，非常好用，它完全没有防腐剂，就是保存期限，很哦，它开始使用接触到空气之后6个月内。哦、OK， 谢谢你们啦，下次再来。下次再来。欢迎跟你长得很像的那个男生过来玩。有吗？真的很像。下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了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。他们说这也是南台湾最美的森林图书馆。为什么会说森林图书馆呢？我们去体验一下。来屏东这里就是要文青文青一下。好，知道为什么叫森林图书馆了？它就是被大树包裹着，好漂亮，还有青青的草地哦，这里好适合野餐呢，就是这里啦，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里面呢会有一个咖啡厅跟成品书店，然后这成品书店呢应该是专门只做 pop store 的东西，参观一下。然后这个盘呢是成品的地区，那就是有书本之外还有卖一些食品类，这里就是比较 pop up 的概念，就比较快闪的，然后我们就进来图书馆咯。哇，整个环境超级漂亮的，然后这个楼梯也是很著名的打卡景点，漂亮哦，它是旋转的楼梯，楼梯边边呢也有一些画了，户外的耶，然后可以坐在户外边，在这里很适合打卡哇，屏东的朋友很幸福耶，如果有这么漂亮的图书馆我一定天天来念书，嗯，会的。然后在停车场这里呢就有全台第一家还书得来速，得来速的意思就是 drive through 啊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解还就可以啦，不需要进到馆里面去。 Yes， 我们现在去下一个景点了，我们来到了平岩1936文化基地，这里呢就是基地的平面图，所以这里应该是超级好逛，超级大范围跟区域，大概的看一下哦，有漫威展哦，在10号仓库，等一下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里就是门票资讯了，因为我们想要进去漫威嘛，所以呢如果买这边的票的话价一个100块，那我们都买好了，来进去逛咯。我们到了屏东园林馆，哇，整个展间都是动画动态的，都是一些原住民的雕刻，他们的做工真的好细致好细腻。这个是石板，然后这是他们之前住的房子，二楼呢还有一些游戏。天哪，记不起那么多呗。你不要付20分。我们第二家呢就是客家馆，看了一下，这个是拜新兵，就是呢早期的话是只有男宝宝可以拜拜这样，但现在因为性别平等，就是女生也可以一起拜，在这里面就可以了解到很多他们的文化习俗，那在这个展览旁边呢都会做一些说明这样，看这里旁边呢就可以听各个乐器的声音给你们听，还有唢呐，好厉害，还利用灯光，看来像水这样。我们到一楼的屏东烟叶馆，然后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叫烟叶馆吗？因为这里呢，以前早期呢是来制作烟草这样的地方，所以它一整个风格呢都是那种旧工业风这样子的感觉。这个就是烟叶哦，长这样子，所以是在这样吗？对吗？它真的是长这样，没有像那个图片那么分析。这个就是这。
真正的样子，这就是烟叶啦，它就会变成这样。那还是要跟大家讲，滴烟不太好哦。整个就是制作的过程啦，用通动画呈现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哇，这个好酷哦！怎么了？有点很紧张的感觉哦。哇，给你们看，好酷哦！你们当作跟我一起走吧。哇，左右两边呢都是那个他们制作的机器，这主要就是加工流程的步骤啦。我觉得平烟文化基地，我真的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它真的是跟我以往好像我们在华山文创的那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。它这边更动感一点，你可以实际的去体验，哎，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生活，然后怎么样制作啊，这样子慢慢了解。嗯，这边真的推推哦。我们现在要前往漫威运动会啦，我们要进去了，运动会入口，叮。我们进来了，变成男人了。是测试敏捷柔软的。哦。啊！你第一名，我怎么那么烂？哇！又比第一名，他们第二名，我超烂的，为什么啊？我明明很努力嘞。对啊，第一个游戏就这样了，怎么办啊？没有想到这么累嘞。玩第二关。哇，都蛮厉害的哦，哎呦，艾玛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现在要突破这个，为什么嘞？哦，好啦，就这样子走而已嘛。点点好吃，现在下了
有一点雨，然后呢我们来想要出来逛逛一下。然后呢这个胜利新村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逛，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每个都很好看，算是日式这样的风格。然后呢大家都会来这边打打卡啊，逛逛街，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文创的市集，所以我觉得100多间你花一个下午来就真的很好逛了。看前面啊就是这样子的建筑风格，每个都是一间家一间家那种感觉，独栋的。哇，很好看。它就会有这个店的餐厅啊，有广场，有厕所。刚我有拿到一个很高清的地图，我这边放给你们看，所以就可以来这边参考一下。哎，你要逛哪里？因为真的很大很大。然后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，其实这边有4个区，这里1个、2个、3个跟4个，所以它逛一区也很大，那我们没有办法逛那么大，所以我们选了一区来逛。然后刚刚呢我就有问为什么这里叫胜利新村，然后这边就说像这里呢每一间店其实是将军的驻舍，所以呢代表着像打仗要胜利的意思嘛，所以这边就叫做胜利新村，就有很多很多小店可以逛啊这样子的。这间冰店也是非常有名，我们也是蛮推荐的。哎哎，你是？我是小米姐姐啊！你好，哇，你好，你来我们屏东玩哦？对啊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为什么这么巧呢？我来寻的，哇，欢迎你。我是苏生，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是网红啊？对对，我是马来西亚的，有40几万的粉丝，对不对？还是破百万？没有破百万啦，就 YouTube 40几万。哇，好厉害哦 ，YouTube 40几万。你好漂亮哦！你才漂亮。哇，你来屏东几天？我来3天，然后这么棒，今天是第3天了。哇，那应该好好的招待你，要拉布条欢迎。哦，不用啦，不用这样子啦。我想，哎，怎么突然会来这个胜利新村？因为我的上班的地方县政府就在旁边，我等一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talk， 所以就哎看到你，哇，欢迎你来。所以你很常在这里吗？对啊，我家住在那边，然后办公室在那边，都很近，就是一个 area。嗯，那你喜欢这里的什么？最推荐这里的什么地方？最推荐马来西亚人。我不能说我推荐哪一家，他们会吃醋。哦，对哦，对哦，要小心发言。现在有88个店家品牌，那其实每家都蛮有特色。那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晚上的氛围，在某一家餐厅，那你吃完饭，或者他就在外面的庭园，然后就是风啊，晚风吹来，还是喝着啤酒，吃着冰激凌，我最喜欢那个氛围。那这个氛围是整区都有这个氛围，所以是很特别。对，我发现这里跟我想象中的屏东有点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我那时候我就有问我的台湾朋友，哎，屏东是怎样的地方？他们就说屏东是一个很乡村，没有什么玩的地方。可是我今天来体验2、3天哦，我觉得这边很多东西逛，然后有乡村的味道，但是有很多很好玩的，跟都会。对，而且这边的东西超级好吃，我吃的我都要胖了。你吃了什么？真的，有一次我吃冰，然后还有吃那个泰国虾，泰国虾也有，然后还有吃到饱的生蚝，都超级新鲜。哇，谁带你去的？这么厉害！他们带我去，我说哇，大鹏湾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真的太幸福了，真的。那你很内涵。又吃到生蚝，又吃到泰国虾，还有生鱼片，这里的也很新鲜。那你明年要5月来吃黑尾鱼，吃蛙咕噜托罗。我好像有吃到黑尾鱼，也是很好吃。明年黑尾鱼季来吃托罗，县长请你吃。免费吗？当然哦。Oh my god， 我要来咯，你不要后悔哦。欢迎欢迎。我会不会自求你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们很好客，很热情的。你好你们好，慢慢散步哈。对对对，县长哦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你叫你，好亲民哦，走开好行哦，走开哦，县长加油哈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，健康健康，做得盖好，谢谢。他就透过这个书生的这个 YouTuber， 让更多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屏东。嗯，真的。那还有很多点啊，还有1936那个文化基地，1936哦，80几年前，快90年前的。嗨，你好，你想家的家。哦，认识。Hello。好红哦。所以我很想看你在这边呢，哈。时间来吃人家的东西。对啊，我们开店之前你有来啊。对啊，每一家都要去打个招呼。村长是一
个礼拜来好几次。哦，舰长，我要赶高铁了。哇，赶快赶快，小心要搭上车。嗯，以后高铁就会直接来我们屏东了，所以就更方便。好哎，对，我们就拍个合照可以吗？可以呀，耶耶。拍好照了，然后呢也是很惊喜，在最后一天可以遇到县长，来屏东呢就可以遇到县长了，好好哦。谢谢，欢迎书生来屏东三天，也欢迎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一起来玩，喜欢书生的这些网友们，大家来屏东玩哦，我也会跟你们见到面哦。谢谢县长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辛苦了。那我现在到高铁站了，之后要去台北给你们看。屏东真的是太热情了，我只是来了三天，然后这么多手信，我行李箱里面还有很多，谢谢你们啦。这次来到屏东也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喜欢屏东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逛完屏东，三天真的不够，下一次呢可以专注的再逛胜利新村，我蛮喜欢那里。然后影片就到这里哟，现在要赶去台北，各位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